广州那边拍了一部拳击电影，然后拍完了就直接飞过来。真的假的？之后还要再飞回去，还要再拍另外一部。所以就是趁那个繁忙的工作的空档回来参加我们的这个体验会就对了。哇，真的是很荣幸，很开心哎。那各位跟我们分享你平常怎么样锻炼自己的，成为天菜，好不好？因为我知道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成为天菜，在成为天菜之前，一定要有很艰辛的过程，跟我们分享一下。对对对，我自己真的是很喜欢运动。 嗯，那我全家都是运动员，我爸爸也是运动员，我哥哥也是运动员，所以从很小开始就一直被就是耳濡目染，环境跟基因，对不对？对对对，所以像我现在在比较热爱的是拳击，啊、还有那个滑水运动，就水上。哦，那都很硬的活动。对对对，那平时也上健身房。是。对，但我觉得现在我们运动都是比较科学一点，是怎么样瘦身，怎么样把肌肉练好，其实我觉得都需要。 科学的这种搭配，像这种运动表，我觉得就很合适，因为像比如说我们要燃脂好了，那我们需要知道我们的心跳是多少，是，那我们可以如果可以随时知道我们心跳有没有达标的话，那我们就知道我们现在锻炼下来的那个燃脂效率有没有达标，事半功倍，对不对？而且数据化，然后科技化，然后让你呢可以用最短的时间发挥最大的功能。对对对，所以我们现在运动都会带着运动表，是，所以。 而且你知道我很羡慕你，因为除了身材好之外，哎，好像是抢先体验到我们的 Active 2， 所以呢，这几天体验下来，有没有什么心得感想？总体哦，除了刚才在运动搭配非常的相得益彰之外，你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心得感想？抢先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这只表我大概在3天前就开始戴，哦，3天前，哇，羡慕！这几天我都戴着都没有脱下来，因为真的，它的我觉得它的重量哦，不会让你觉得想要把它脱下来，就是你戴着你会觉得哎它。 好贴身，然后你好像会忘记掉你在戴着表的感觉。是，但是它操作起来非常方便。嗯，就是包括说计时，因为我有在跟朋友一起运动，然后我现在也有在当一些艺人朋友的私人教练。是，对，所以我在当教练的时候，其实我们需要用那个码表，对，所以它操作很简单。它的功能呢都是很重要，而且操作很简单。 是，还有比如跑步的记录啊，还有心跳监测，其实这些都做得很简单，我们就可以一目了然，对不对？哦，所以完全。